大家好，在越南九哥拿着国王财神酒越南到处走，九哥国王财神酒让你桃花财运刷得有，重返青春十八初恋，男女老少都可以喝。哎呀，哇，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，难受死了。来到了九妹家，来找九妹，啊、哦，什么也没有买，哦、包个大红包吧。哎呀，男女老少，小钢筋棍支棱起来，啊，年龄越大喝越好。上高腰椎、颈椎、风湿、尿酸，喝一次就有效啊、哦！一夜八次郎，想几次几次。哦，真的晕车了，难受了，难受死了。这出去旅游玩黑还没过来呢，还是黑呢。你们也好久没看到九妹了吧？我也有点小兴奋，快到她家了。然后小飞飞呢，在她家。我说我要工作，我先走了。完我就找借口，我先跑来了。菲菲还在乡下。好了，一会儿见。快到他家了。到他家了，刚给他打完电话，等着他下楼。哎呀，家收拾挺利整。嗯。哎呦。我看看啊，没有男人吧？好像是没有啊。啊，他这还有挺有仪式感，他们摆这啤酒还啥？没有男人，我看没有男人的鞋吗？这个房间来了，看看你家啊，有没有男人？你家有那是男人鞋吗？我，那是你。我告诉你。哎呀，有没有想我？有没有？太想了。太想了。哎呦。你今天为什么你不胖了、啊？我不胖。你瘦没有，胖。嗯，不胖啊，你胖了。参观一下你家吧。哎呀、嗯，看着她变漂亮没？嗯、哇，穿的好性感呢、啊。没有，我刚洗澡啊。刚洗澡。刚去找，嗯，现在整点水喝。这个是谁送你啊？嗯、啊？谁送你？嗯？啊？谁？说。好久了。好久了。嗯。哎呀。现在。没有。哎呀。看看你冰箱里都有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刚过来这里。刚来这里。我。嗯。过年回家。嗯。是这个吗？水，可以，都可以。这个是什么？西瓜。西瓜。西瓜。哎呀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好久不见你，有点陌生。陌生是什么？陌生就是，嗯、你不懂。陌生。就是陌生。我不懂啊。陌生。一样是什么？陌生就是我们很久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，哦，哦，哦。哎，他怕什么？怕你。这个你买？是的。是的，还是男人送的？我。啊？哎。有没有男人你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真的，你看美国有吗？我去上面看一看啊。小猫咪。这个几个月了？哎呀，这他的小房间。嗯，洗手间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。
房间，两个房间。衣柜儿，这是猫，猫在这里吗？这房间是比以前的好，没有空调。热，没有空调吗？有。在我这里没用空调过。你那么大刀？什么？我的刀那么大。刀那么大。刀。懂。好久了没说话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切的小西瓜，有风扇，它这个还没有空调，这地方空气比较好，所以不需要空调。哎呀，我都累死了，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，好几个小时车，坐车累。这么多鞋了。这个是公猫母猫，这是男猫女猫。Oh my god！ 怎么了？他不喜欢你呀？不是，怎么了？我看看。他红的。我帮你啊。哎呀，九妹把我的这个送她的东西都给处理掉了，说一看到我送她的东西就想我。哎呀，那以后我不送你东西了好吗？还要送你东西吗？就行了，不行。哎呀，你也瘦了没？瘦了。我瘦。不知道，想你也瘦。想我就瘦了吗？哎呀，你又不去西贡，我说你又不去西贡，有你想我你不去西贡，你有男女朋友了？我看到了。哎呀，你有了炮了，不是女朋友。哎呀，那我说什么呢？我是妈妈。你说吧。我说什么我不知道，我没有，我不上次跟你说了吗？我看到了。没有。别说，我看到了。但是每次你过来这里，然后我也开心。你看，我看到了。看到什么？哎呀。对了吗？不对。你就不对书。哎呦，看他家这小猫咪不怎么友好，这小猫咪。它吃鸡肉啊，每天都它吃鸡肉。每天吃鸡肉。不吃别的。吃一个别的，是它不喜欢吃。那你给它吃鸡肉了，它当然喜欢吃了，不喜欢吃别的了。我有个爸妈妈，然后埃及告诉你为什么过年不来，我妹妹小孩的心里。你妹妹还有你妈妈。妈妈。他问你。问我什么？问我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过来我的家玩，然后他满意的。
前面说小姑。九妹现在中文少很多了。你用这个手，用这个手可以，这个好。对。沙老问。你姥姥。不是。对。用按住这个就可以。退缩了，我这多久没来了？那上面上面，对对对，按他说话可以，对。带伞。给什么？你说说。带伞。啥啥？啥你问我，不知道先。可以呀、啊。可以。星角。你好，我下。星角。你好，我下了一个订单，但还没有发货，嗯、我还等着用，请你尽快发货。你好。像他们一样。嗯、哦，为什么不好用了？你好。星角。你好，我下了一个订单、哦、但还没有发货，为什么我还等着用，请你尽快发货。你好，新疆。新疆。你好、哦、我下了一个订单、哦、怎么了，但还没有发货，我还等着用、哎、请你尽快发货，谢谢。带嫂。为什么呢？这好了好了好了，为什么我说新疆？新疆。你好，我为什么知道吗？对对对，说完 OK 就可以。你要对着嘴说，在这里说，近一点近一点，对对对。你说。Tại sao bạn không đến thăm chúng tôi? 你为什么不来拜访我们？啊啊啊！你爸爸说。嗯，爸爸妈妈说。啊，我去印度尼西亚去和爸爸妈妈去过新年。你？刚刚回来。哦。对。很好。嗯。爸爸妈妈每一天，小孩每天都说，为什么没有哥哥胖胖来？他说你哥哥胖胖来不给要棒棒糖啊，不给棒棒糖、啊、哎呀，那你要过来然后过得站吗？我很远呢，你家呀，我坐车来你这很累了。没远呢，我明天一分钟怎么可能？你家很远呢，帮我和你爸爸妈妈还有你姥姥说好。但是你不想他们吗？那很想啊，但是不可以去啊，太远了。我的老啊，要喝你的什么酒酒呢？啊，国王酒。国王酒，对了。啊，你姥姥？哦，太老了。你姥姥多少岁了？你姥姥？83岁。83岁是吧？嗯、上次去他老家，还给他老他喝我的国王酒呢。他老还是把着怕别人喝呢，懂吗？就是自己拿过来，怕别人喝。酒啊。啊。他们来，什么朋友来，然后呢？今天我没有拿那么多，下次我给你老拿一些国王酒。我今天我看啊，嗯，我吃了，嗯，今天我就拿了一瓶啊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他是男孩女孩？这个猫咪，他是女孩。女孩，我家有一个男孩。但是我喜欢他，很好吗？睡觉跟我，然后我感觉有他的，我不一样男朋友。不一样男朋友，那还是男朋友好啊！哎呀，你干什么？
我们家有个男猫，这你家这是女猫，到时候等他们大了，可以让他们两个生 baby。我们不能生 baby， 可以让他们两个生 baby， 好不好？你拿它过来吗？等他们长大了，我把我的拿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的拿来，然后喝它。但是你的男，我的女，对，生 baby， 它这个是什么？这个、毛。毛。嗯。这个那边还这个那边一样过，对吗？那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好了，休息一下了，然后下集给大家更新，都看看我给九妹都带了什么啊。国王酒一定要记得喝起来，搞起来，干起来，弄起来啊，喝起来。呵呵，晚上还得出去喝呀。嗯，今天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太累了，坐车坐的难受。记得九哥淘宝店铺，九哥财神酒啊，搜索九哥财神酒淘宝店铺，125毫升，35度。好了，再见了，288一瓶。